大家好，我是田里。上个视频不小心伤了人眉，很多朋友都在问田里这个笔是什么笔。这笔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比较秀一笔。田里拍的视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笔的，因为田里上班的原因，大家都知道田里是一个自由期的，是一个农民工啊。因为这个笔揣在包里面，就是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写几个字，拍几个视频，比较方便了。但是这个笔呢，它不适合练字，它只适合日常的书写，它也不显材质的，但是写字它也自带笔锋啊。这个笔我已经放在左下角的小方程里面，大家喜欢的可以看一下。还有一些学习的书籍，田里写字就是自学的，也是零基础的。很多朋友也在观望，就是说我已经40岁啊，30几岁啊，50岁啊，还来得及吗？其实写字它跟年龄跟你的学历也没关系的，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学习，就一定有自己的一个收获啊。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别人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自己最好的自己，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一抹色彩啊。人生的路还很长啊，今天我们努力了吗？